铺现在有在试办，它有很多那个左转道，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转过去，然后其实也就是跟汽车在那边排队而已。而且浮潜，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是那个浮潜路，因为它是两线道，所以它直接这样切过来就好，我们不需还要再跑去旁边，然后之后再带转。我非常喜欢这个政策，有的时候都会想弯就弯呐、啊现在它有不强制的话，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到那个左转的地方嘛，它就会在那边带转，直接弯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安全的原因是，人伊当阵咧骑会惊遐警察咧，还是会伫遐注意看到警察无，还是只甲弯过。现在它不强制的话，它就会很顺的这样弯过去。如果想带转，它还是会去带转。因为浮潜路的这个示范的成效良好哈，因为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的这个高增加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永康还有其他各区哈市区的其他各区都特别挑了一个路段来做示范。那么目的是希望能够广泛的收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汽车跟机车用路人对于这个改变的这个行车行为跟行车管制的这一些适应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观察，那后续陆续来针对还有管制的部分再来陆续的开放。台南市过去因为这个很多道路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很多单向只有两个车道的道路内侧都还有进行机车，那这个就表示机车只有外线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当机车遇到路边停车或者是有公车停靠的时候，不然就要只能停下来，否则如果他要变换车道穿越，他就会变成就要骑进内侧的进行机车车道，导致他会违规，就会常常被取缔。在这个提供机车足够的行车空间的这个考量底下，我们陆续来盘点这个台南市园六区跟周边的永康这些区域单向两车道的道路内侧还有进行机车的这些路段。那我们也优先在去年的十月底优先以浮潜路来做示范。掌握市政三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也就是说不强制两段式左转，我们先前在中正路换浮潜路这个示范的情形成果是相当好的唯一发生了两次机车左转这个事故，是因为鬼切，就是说他到路口才要直接左转，那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交通行为。那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实施的成效示范的成效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选择在永康区也是交通很繁忙的大弯路，来全长4公里大弯路加上富强路一段来实施不强制两段式机车左转的一个示范。但是这个示范很重要，需要很多配套，包括标线这个标语的这个涂销，还有包括这个标志的路的这个改善，还有包括驾驶行为的改变。那特别强调这是不强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及早汇入左转的车道的话，或内侧车道的话，你是可以直接跟随汽车这样左转。如果你不能及早汇进去的话，你还是选择两段式左转，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这是很给我们机车用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二月二十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富城六合景凯山王庙演变郡王祠，迎接300多年来第一尊供奉的好夜光，并且用演变郡王祠的建筑外观来设计神龛，成为结合历史文化、传统工艺和现代创意的作品。富城六合景凯山王庙管理委员会协同市府文化局依循道教科仪，在演变郡王祠举行好夜光开光安坐仪式。
除了借此发扬辅导辅导机会遗憾，也祈求好业公保佑台南事事无灾。你这也是开山王庙三百多年来首尊好业公开工，俺今日来完成这个好业的这个开工哦，甲安置，啊，这其实是一个好业吼赋予这个神力的过程哦，俺希望这个虎爷的完成哦，能够让虎爷带来这个保佑台南哦的力量。这尊好业特别请到富城工业奖木雕艺术刘进文来操刀，好业工卡达完宝代表福气招财之意。开工了后，后也讲奉祀伫咧延平郡王所正殿，伊个神龛也是延平郡王所的缩小版。啊，这只后也甲一般的后也就是较无同，就是讲，因为伊个色水吼，甲一般咱个维护版的后也比较轻，是较无同。伊代表就是代表金木水火土的一个概念内底啦吼，啊，佮利用咱在南埔城的百年工的变通，历历变通的形式伫内底。所以这件作品是毋是干呐一件？宗教上咧摆一件神祇而已，有那一件算一件艺术品啦吼。啊，即目前，那即个是即个形式咧做的，目前台湾啊台南干那两家尔，干两件作品，一件就是伫个林雪姑人庙吼江湖婆啊，第二件作品的这一件作品。即阵好也讲由五形式来装饰，加上府城百年工艺，加当日照料来制成，伊不只是神祇，也是传统工艺呈现。记者张秀仪。采访不得。正统罗里门县保庙今年过年到初九天公生，人潮创新高，已经超过200万人次，每一天拢是热闹滚滚。往年县保庙元宵节的烟火秀，大约拢有300万人次去参加。今年庙方预估将会突破500万人次。正统罗里门县保庙抢春牛活动。自民国60多年举办至今，参加人数是一档比一档更多，已经成为台南宗教圣事。也有人在说，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罗里门圣母庙抢春牛以及高空烟火。民国60几年，我就开始有这个抢春牛的活动，啊，到阮第三次重建后是今麦才大家哦，台湾上大的妈祖庙啊，阮阵就来开始加上这个国际高空烟火跟这个炸弹炮的活动来。哦，江山这个春牛啊，这个九天亭啊来禀报啊，而且哦，因为人咧讲的，之前咧讲的是讲啊，来迄落无一生哦，若无来信保庙哦参加这个野春牛跟这个高空烟火炸弹炮的活动啊，哦一生的遗憾。信保庙过去的元宵节活动大约有30万参观人次，庙方今年有够会突破50万人次。注意王晶莹也特别呼吁来看抢春牛以及放啊炮的朋友，一定要安全第一。抢春牛的时阵要注意安全，跟这个高空烟火、跟这个炸弹炮的时阵啊，这个穿着啊，哦一定要遮蔽安尼，安全第一，大家当欢喜啊来参加这个哦高空烟火、炸弹炮跟野春牛的活动，啊平平安安回去安尼。北胖炮、南春牛是台南两大民俗活动。出席记者会市长吴伟铁，除了感谢信保庙对着传统文化推广用心，也向市民大众介绍安全看胖啊炮的服装配套。南盐水啊，北土城哈，都是很热闹的。那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安全要做好，因为每年风炮活动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有一些民众哈，可能自身的防备不够啊，所以说造成一点小受伤。像这样，这个风炮就是要戴安全嘛，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容易风炮都钻进去这个脖子，所以脖子这边包括毛巾啊，包括这个哈，但是千万不要穿雨衣，因为雨衣遇高热那个塑胶会融掉啊，融掉就会这。融在你的皮肤上就很不好，所以要穿这种棉质的，或者说不会融掉的这种。那手呢？手脚就是要戴手套，这种手套要用那个棉布的手套哦，才不会让手受伤哦。那脚这个也是一样，鞋子这边最好也是可以包紧哦。那像这样子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罗里门圣母庙今年的鞭春牛、胖啊炮以及高空烟火，将伫咧2月14号登场。当天自下晡2点起，就会有真侪表演节目。暗时8点开始鞭春牛、抢春牛，8:45释放胖啊炮，9:20、9:35以及10:10会分3批释放高空烟火。
非常欢迎各人朋友这回来到土城路里门新母庙来过元宵。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曾经担任过北区和顺里长，也参选过台南市议员的吴杰，在淡出政坛以后，去年十月份自创品牌，开始卖一嘴水煎包，在生态学区卖人工的价真受欢迎。现主席生意做甲真稳定，除了开放连锁加盟，每个月也会甲六岁学生分享做公益。咱台煎饼油滚以后，放上冷冻水煎包，盖挂煮六分钟。上要紧就是固定，饼掀起来就是香滚滚的一嘴煎包。格南上乌膜的大功告成，看起来简单，其实拢需要不断试验，掌握温度，才袂超火大个袂熟。头家吴家担任过台南市北区六单外和顺里长，也参选过议员。伊淡出政坛以后，去年伫南美中甲生态学区开起一间店面，只卖一款，就是水煎包，正过拢有真好的评价。是真的，又有芝麻，然后煎得很好，老板手艺很好，然后那个芝麻很多，然后皮薄馅多，汁也多。真的，早午餐、晚餐都好。以前那个水煎包比较大，然后皮很厚，那馅很少。那这个皮薄馅多，然后又有多汁。而化工的吴家开店上在意的是食品安全，同时伫业绩持续稳定成长以后，也希望用餐厅顶级的美食提供中年失业的民众加盟。虽然是用铜板价来立卖，但是阮非常注重食安。所以我们用有经过 SQF 国际级认证的水煎包，然后用益美的猪油来煎，用统一公司的纯水来煮，所以我们像创造一个餐厅级的美食小吃，而且是打造一个可以传承世代的事业，啊，不要人加盟，尤其有一类中壮年英华族被 fire 掉的。哦，现在工作很难找，景气又不好。在这个时阵，我希望这个会当做一个事业来合作做社会人士，尤其而且对这附近的学生，我对食安的要求也特别高，而且我特别去卫福部去登录了这个有字号的，哦，这是我创立这间店的宗旨。吴家过去的经历，让伊累积袂少人脉，店内也阁有甲作家渔夫的翕相来推荐。希望伫67岁以后，以现代破书班学生的身份，阁再创业，以一包50-40块的人工介绍来欢喜做，甚至已经开始分享做爱心回馈弱势学生。其实较早你若知影，我开过伫公园路开过花园情趣拼图专卖店。啊！之后又开了一家叫五角冰铺，都是连锁加盟，拢我家己创立的。我刚刚在你们这么有凶，所以进口拼图，我要提供给他们一个月吃一包免费的，给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一中的学生，因为我儿子也是一中，所以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这样看待哈。为了帮助弱势的学生啊，所以我提供给南一中低收入的家庭。学校跟我讲有18位，所以我未来会每个月供给他们一包5颗的水煎包，免费来吃来享用，让他们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美食。虽然是小小店面，不过代表吴家重新出发，不管各有别个插种地，拢是家里邻群服务社会。台南新闻军旗何秋芳采访报道。台南市溪东里和溪顶里是两个里做会使用活动中心，虽然有结构安全的顾虑，停用一冬以后又重新评估开放，但是为了让里面有较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在国家的支持之下，市府争取3000多万来申请动土，预计114年3月底会当完工启用。溪东里选择伫这片亲子公园，要来新起活动中心，就是为了让溪东甲溪顶两里1万外里边的活动中心，唔免伫歹停车、够安全、够路的北岸桥卡来共同使用。18号伫各界平台甲乡亲的见证，
也在老日的人师助阵之下，正式动土，场面热热。一枕头，祝福开辟平安人生的路。一枕头，祝福当土顺利，一切平安。当一个好喜事吼，啊，伊去过年过，咱先甲这个啊活动中心起好好。啊，只要希望360天的这个工期内底，拢一切顺利，人员出入平安，啊，工程进行顺利，早早日有予咱启动一个好、一个水的活动中心，会当来。啊、提供予咱足济足济活动来使用，办活动也好，办妈妈教室也好，吼、哦，啊，予大家当来遮欢迎开讲破刀办共餐，嘛拢足好个吼、哦。所以伫遮感谢啊，咱啊民政局个团队，啊咱公所卫区长张主笔吼，啊民政局强局长，大家用心，咱甲咱个基础基层个建设做了好。啊，伫我任内吼，即、哦、算起来吼，那、哦、准。总一切拢顺利啊完成，而且有起48间活动中心新起的，吼啊补强的补强100多间，吼，和咱大家拢有一个好的活动，吼啊当然阿南区是咱人口成长上济上紧，吼的所在，所以是重中之重，所以不管是咱的啊国民运动中心，或者是咱的。啊，这个一般咱的基层的活动中心，这基层的基础的建设，拢要啊加强努力。嘛，真感谢各位议员、吼、哦、委员、吼、哦、大家用心来甲咱阿南区的建设来好，搁较好，好搁较好。该工程总经费3100多万，由市府分年编估成型建，希望活动中心朝向的目标使用，固定新起2层，总面积168平方。估计114年3月底完工。台南新闻军旗何乔芳采访报道。位于客家华中公园特色游戏场，伫个日前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20号特别前往关心，伊一来检验各项游戏器具。华中公园除了是亲子同乐的好所在，嘛是咱台南市一区一个特色公园的目标，佮向前迈进一步。为了让公园符合有特色游戏场的潮流，壁面罐头色一模一样，似乎这个在新设立的公园来加强特色。其中位于客家的华中公园，经过教育局投入500万来改造，加入特色游戏器具以后，让囡仔拢参加非常欢喜。其中每天在完工启用以后，嘛到场巡检，会长强调，虽然所有器材品质都有严格把关。不过嘛，好有囡仔的耍，一定要有家长专程陪同。咱真侪公园人、客家人拢爱来遮休闲，但是囡仔的这个游具吼、哦、啊，过去哦，功能较无够，吼、哦、啊，有当时啊，有是罐头游具，啊，即马啊，我做市长了，一步一步来改变吼、哦，啊，即马台南市有一个每一区吼，咱、哦、嘛希望讲有一个特色公园，安尼渐渐起起来，渐渐用起来，会当有好。有更加多的這個好的這個遊具，啊，這個公園特色剛才副局長有跟大家介紹了，啊，所以這個所在，喔，孩子，喔，也有一個，有個所在，譬如說舉一個例，喔，這個擺盪遊戲區，啊，你孩子就不能站在這裡，啊，去給那個盪秋千弄到嘛，喔，啊，所以孩子來的時候都是那大人帶，你不可能這麼小孩子自己站，有那些走來這裡走，一定是大人帶，大人帶來這裡走，喔，總是要，喔，看孩子走要跟甲照顾者，啊，这个特色游戏区的、特色游具拢是经过鉴定，啊，讲安尼会使安全，但安全是囡仔耍起来安全，啊，但是囡仔爱伫大人吼，这个看顾的情形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定是安全的吼，啊，而且是会当让囡仔学习为攀爬，为啊这个平衡，啊，为上咧迄个荡秋千，就是甲过来囡仔，哦，大家囡仔伴小招安尼做伙。哦，安尼原来是培养囡仔群性，所以你家那几项诶，这个啊、特色公园，哦，从过去的摩刀诶，迄、那个全民公园，迄、那个摩刀全民公园足久啊，啊，拢尾啊，如果超安发干呢，拢无较无人去，好、哦，啊，即个尾啊，甲优化了就足侪人去，啊，所以未来嘉义啊，个将军啊，个其他的所在，几项
一项来甲做，啊，互咱的啊，这个特色游具，互咱囡仔，吼，免讲啊，去到哦，去到外观去，我讲咱要对佚佗，来，咱人家就会当。一区是特色公园，一直是市中每天九年以后的重要政策。根据教育局统计，目前台南已经完成24座特色游戏场，11座的时间，还有13座的规划。以后除了推动特色，也是要打造全联化的里林公园，让地方有完善安全的亲子休闲环境。台南新闻军旗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有一位53岁男性，因为长期有中耳炎的困扰，而且因为感染骨囊癌，造成耳膜受损，影响听力。后来经过耳鼻病医来四镜搭配显微镜双镜手术，才恢复健康。总而言之，虽然是小朋友常看的感染症之一，常看的症状包括耳孔痛、发烧，有时阵会头痛、恶心、呕吐等。但因为家长注意，拢会带小朋友赶紧来就医。不过中老年人如果无适时的治疗，中耳腔长期发炎，变成慢性的中耳炎，而造成耳膜破损，影响着听力，必须要以耳内视镜搭配显微镜的手术来治疗。小朋友的话是中耳炎好发率最高的年纪啦，但是因为小朋友他的恢复速度也很快，而且现在医疗进步，所以他们都很早就就医，所以也许他不会进展到耳膜破裂的时候才来处理。那中老年的问题就在于说，他们如果发生了中耳炎，经常因为自己本身有一些免疫力低下啊，或是有糖尿病的问题，他们的那个伤口恢复本来就比较慢，所以他们会后续需要这个手术来做耳膜修补的治疗。因为近几年开始使用耳内视镜之后，我们可以直接从耳道用耳内视镜伸到中耳腔，所以我们不必从耳朵后面去磨开这些骨头。但是因为单纯使用耳内视镜，它还是会有一些手术视野比较狭窄啊，或是无法双手一起操作手术器械的缺点，所以我们才是使用双镜手术来截长补短，同时有显微镜的大视野，然后双手操作，同时也有耳内视镜的这个可以看到一个局部部位的好处。耳鼻病医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苏伟祥表示，过去传统的耳膜修补必须要对耳孔的后壁切骨才能进入中耳腔，现在有耳内视镜对耳孔来进入，搭配显微镜双镜的手术，让视野看得更清楚，而且也缩小手术的创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的关节痛疼，或者是耳仔头前的关节咳咳，甚至开嘴吃物件有困难，拢是你的关节常见的疾病。除了用传统的药物甲福建治疗以外，现准时新老病医嘛引进国外微创内视镜技术，来解决你的关节疑难杂症。第一个阿力社会出现你的关节痛疼，甲咀嚼功能障碍的状况，哪来哪增加？传统的治疗都是靠药物，不过新老病院口腔颌面的外科主任郭世斌表示，初步的缓解都是治标无治本，甚至后来咬合板的复健，或者是关节腔的充血，还是大约有一两成仍然存在顽固性的颞颌关节盘的移位，甚至进展性退化性的关节炎。因此新老病院特别到美国精进美创的颞颌关节内视镜的技术，希望会用来造福患者。我们要怎么这样针对这些治疗之后可是一直失败的病人，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恢复到正常的咀嚼功能？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做所谓的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包含说像传统上会做所谓的关节冲洗，那进阶的就是像我今天的最大的主题，就是要做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的部分。那这关节镜微创手术，它第一个，因为它的关节腔，我们这个关节腔大概2到3毫米，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关节腔，所以这样的关节腔其实在做术上非常困难，器械也是相当的一个精密，哦，所以大概这几年的一个科技的发展过程中，慢慢的，其实这些仪器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需求，可是我们相对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专长的医师也比较少。所以像在台湾来讲，我们其实许多的医师，包含我自己本身，我们都到美国的一些训练的机构去做一些进阶的学习，那我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到台湾，
那但我们在过去这一两年之中也做也执行了许多这样的一个微创手术的一个技术。那其实在过去这些治疗，他可能已经困扰很久，他做了很多的一些治疗，但是让好几年的时间都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咀嚼，还有就是那些甚至有很多病人他其实嘴巴是打不开的。所以在经过这些治疗之后，他们是可以回到正常的一个张口的功能，吃东西可以正常吃东西。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最大的一个目的。新老病院这项精进的技术，因为要在两三厘米的关节腔来做微创内视镜的手术，透过几个针孔的微创空隙，将移位的关节盘复位，并且来去除粘连，让病人不再受到关节的障碍。并且恢复正常的饮食加咀嚼功能。台南新闻林根彩虹报道。感谢你收看二月二十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